你开太快，可是要右转，要右转，再右转，是不是？对，要生气。哎、欸，好，对对，我要生气。没有生气。哎、欸，你一进过了，你太晚讲了啦。好了，不要生气。好，不要生气。这哪有啊？怎么样？撒娇。哎、欸，妹妹，你要右转，右转啊！你看，这样要加20分的啦。好，你先不要再念了，好不好？让我好好专心看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听我的话啊！哈，自己加速，黄灯，赶快过啊！这红灯久哎、欸。真的，我这个很讨厌、嗯。我也会，你也会，你也会这样。会就是，哎、欸，您干嘛不让人家走先走啊？所以你试一下都扮演女生的角色，对吧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因为我可以理解。你先去一趟泰国要不要？变性是不是？这样你也不用考驾照。那丰田，你会指挥人家停车吗？比如说他倒车，或者是他停路边，你说，哎、欸，你这边要再打两圈。那他不敢啊。啊，这个一他说打你个头，你驾照没考上，打两圈麻将哦你。请问一下，你们为什么要指挥我们男人开车？其实有时候不是指挥，想说帮忙看一下路而已。我之前有遇过一次，就是一样是男朋友，然后可是我很不会看导航，是，可是他又要我帮他看导航，所以这个不是我的错，所以我就帮他看了。但是因为他车速太快了，所以可能导航过了一个路口之后，他要重新定位。然后才可以再就是指引下导航，有时候会 delay， 对，有真的。然后他可能就超过了，然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可是超过了，我也怕他生气，然后就常常为了导航这种事情吵架。你后来跟着男朋友应该没有在一起很久，哦，我们就分手了。对，哪有这么容易生气？这样也要生气，那样导航也要生气，你要撒娇啦。我还蛮会撒娇，很撒娇。错过那个路口就是他来，你过去干嘛？当男朋友，然后对，你现在我假装开车嘛。对对对，你要坐哪里？你要坐这，你坐那个假装那个车子的。哎，现在哎，其实那个下一个红绿灯要左转还是要转？右转。哎，再一个。嗯，你开太快，可是要右转，要右转，再右转，是不是？对，要生气。哎、欸，好，对对，我要生气。没有生气。哎、欸，你一进过了，你太晚讲了啦。好了，不要生气。好，不要生气。这哪有啊？怎么样？好撒娇。你就是要来抱的。对啊，我们这样可以纯情。对，纯情。就可能语气会比较柔一点，就是他就不会这么生气了。还是说简雪雪，你不要生气，我简雪雪。叫什么雪雪？小猪。我就是那种非常爱讲话的人，所以我坐在副驾驶座，我会陪那驾驶，就一直讲。我最厉害就是从台北一路讲到嘉义。我的天啊！哇！不停，然后大家一下车之后说：“哦，终于还我一个宁静。”就我全整车的人都说：“哦，终于还我们一个宁静。”开车不说话，有时候是一种美德。真的吗？因为我们在欣赏就是沿路的风景或者什么，你一直讲话很干扰，他会介绍嘛，沿路介绍。尤其是他们起的这个话题都很无聊。对，哎，一棵树，两棵树，三棵，是智障啊！对，会这样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起那很无聊，那我们在开车，比如说。如果不是在开车，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理由啊。那你等一下，我去拿杯水什么。你开车就定在那里，他就讲啊，对啊，哎，是啊，哎，哦，对对对，很烦，你知道吗？还好吧。陪伴他耶。如果说你从台北讲到嘉义，你房间是不是很乱？那就对了。刚没意思。开车的时候，我会帮人家看有没有那个车速照相。好重要吧？这个不错，这个好。欸、可是那很快，你都会看到前面有车速照相那个牌。就踩急刹的时候，可能就来不及。你说有车速照相，已经被拍了。车速，不是，他是这样，闪灯，哎，闪灯哎，所以车速照相哎。那下一个我知道，事后再讲。你测速，耶！哇塞，不过你测是好的啦，但是就是说有些人是这样，有些人他帮你看很好，他会这样看。照相，会不会太大力？真的会下降，只会先死掉，会完掉。对对对，要冷静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要下交流道的时候，就是有时候他真的跑太慢了，然后我就会想，谁跑太慢？Google 啊，哦 Google， 我会跑太慢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好像是这边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然后他们就会卡在中间，不知道要不要下。得意，你怎么得意？对啊，因为不是我的错啊，然后我有点左右部分，我有点左右部分，所以我都会那个前面左转，其实右右转，前面左转，然后比这边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有一次就这样子，因为我妈去台南，就有开到高雄。然后又乡间小路讯号又不好，不知道怎么回来，很可怕。迷路也，
哦，什么？还好啦，那是 Google 的问题，不是我。你怎么一人分饰两角，分饰的这么开心？那真的还好。还要安慰自己。请问一下，你有定时的有？就是去宫庙走一走，我觉得你是适合。你现在把塑料袋看成黑狗了，你现在又开到墓园了，你这个恐怖。不过我问你们啊，就是当你旁边的人犯这些错误的时候，你们会怎么处理？好好的跟他讲说，先好好讲，可以让我就是安安静静的开车。就是比如说我最讨厌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我就会说你可以安静，就是让我好好不讲话会想睡觉，睡觉又不行。对啊，那我们怎样呢？睡觉睡觉可以啊，你不要把脚放上去就好了。对啊，就会换姿势会麻。那椅背是可以拉到很后面，后面啊，你可以躺好。看什么车啊？刚刚拍的那台，我脚真的没办法。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，哇，好多哦，下巴。对，下巴也是，下巴你看，嘴唇也是，嘴唇也不错，嘴唇，脖子，哦，痣，痣，哦，那两颗，哇哇，痣，那两颗痣，哎，对啊，痣我们的，但又有那个衣服的那个皱纹，锁骨，黄金折数都要，哦，指甲，指甲，哎呀，刚摸呢，哎，哇，有。哎呀，切！走出来的时候，你手这样，我们以为这是浴巾。对，很像浴巾，很早快掉了，因为这个材质。对，它有点容易滑下来的。哇，所以它要表现的是滑下来。滑下来。哎，请问你是星座是？我是天秤座。天秤座。哦，那你刚刚治好表现的是哪里？我的锁骨，刚刚有猜对。有，哎呦哎呦，想把我多懂你。可是韵哥，他从脖子一直到手背。也是，她的脖子长，女生一般脖子长，一定是更性感啊，但不能过长，过长颈图，长颈图 long neck， 英文，他长要讲，他长短恰如其分。请问一下，男人必杀姿势是什么？哎呦，侧面的 S 曲线。哦，这是怎么样？哎呦，真的 S， 哎呦。真的很像浴巾，真的像浴巾，转一圈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转一圈也来。哎，宇轩侧面很来来，刚刚那个，预备，起，哎呦，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，两个对凹，哇哇哇哇，你怎么可以冷落？阿乐阿乐，三凹，预备，三凹三凹，预备，哦预备起。买单，买单，你要买单，买去哪？你要买单，各位观众，刚刚这一段我们 round down 是没有，是我小弟个人纯招待。